國歌法咧，就呢個係將會成為全國性嘅法律啦。咁亦都可以係按住基本法第十八條附件納入咗附件三，咁啊跟住咧喺本地嚟到去透過公佈或者立法到去實施。而家睇落嚟，同埋按住以前嘅先例可循咧，即係話國旗法同埋國徽法咧，咁我覺得都係應該係以本地立法嚟到去進行嘅。咁所以當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之後咧，我哋係如何喺本地立法工作咧就可以展開。我覺得社會唔需要就一件係好理所當然。亦都唔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之內嘅有關可以確保國歌係受到尊重嘅法例咧，係有過敏嘅反應